来看今仔早起七点外夜节，咱的国手陈文辉、彭婉玲，佮有跆拳道的罗嘉玲，顶选手拢回国了。第二届参加奥运的罗嘉玲是讲哦，伊爱先养伤，才佮再出发。彭婉玲是真感谢大家的支持，慢慢讲下来，也讲佮再有突破。民众热情欢呼，迎接六十几国的奥运英雄，也就令国手陈文辉、彭婉玲加跆拳道罗嘉玲、田径林旭东，十二早起七点外飞到桃园机场。罗嘉玲互相二度征战奥运，在头前的落败，赛后唯有阿兄爱着离场，伊表示未成英雄，规定了后才出发。目前的状况就是先休养，然后让他到好之后才会有之后的比赛去进行。很可惜，在赛场上面确实是没有如期的发挥。我们是有找到问题的方向，所以之后也会去做左手的改善。然后就下回再见。虽然没有办法拿奖牌回台湾，但是很满意这次的成绩，那我会再接再厉，继续加油。这摆彭婉玲早遭到祝福告巴黎，在网络社群引起讨论，和世界看到台湾。林旭鼎替台湾摕到历史性的第一名奥运冠军金牌，更加是鼓励人心。花高河领金牌，欢迎年底国民党部外口人排甲真长，来领也够有囡仔，同款要表达挺无端加入性别争议的林旭鼎。李玉婷，我挺你。三点半有看到结束。很感谢他为我们那个台湾争光啊，体育界争光，拿到金牌不简单哎，加油！唔甘林孝廷的要有代代遗书，是广东的查某囝，透过100万回抒发心声，要用英文写。林孝廷是生理女性，解释林孝廷一开始连木心是因为被保护母亲，暖心的作文，让人真感动。大概花了2个小时画的啦，最主要还是因为林玉婷。这件事情出现了很多国际社会就是对我们不礼貌有污蔑性的那些发言，所以他感觉到非常气愤。台北一空一第十一暗，也特别在外边点灯，写恭喜林旭鼎勇夺奥运冠军金牌，多谢奥运台湾队，本届奥运台湾摕到2金5铜。提金数六枚东京奥运加雅典奥运，提到7面奖牌也是历史第二多。记者综合报道。